我们今天来到垦丁，那我们今天住的是姐妹双帆别墅，然后它这边长这样，总共好像有三间房间嘛，然后一个大厅，然后反正我们今天住一楼，就在柜台旁边，住在这里，房间房型在这里，噔噔噔，好，那我就带大家 room tour， 好，我们一下来这边。蛮好说，里面的饼干跟饮料什么都是免费的。带到这边，这边里面有酒，然后杯子这些都是免费的。什么 body lotion， 这就是厕所。请随手关闭窗门。那边好像有鹅吧？他们这里有养鹅，就是自己都是独立的别墅，就是不会跟别人有共同的，有点像 villa 的感觉。对，然后那边也都就是都有独立的别墅，然后这边还有就是那种仿造沙滩椅的感觉，我明天要吃早餐的地方。整体来说是蛮干净的，还有附这个海滩拖给你，就不用再去买。这个位置就在那个垦丁大街，再开大概5分钟的车程，然后隔壁就是芙蓉大饭店。对，他们两间是离蛮近的。对，感觉是就是在很隔壁耶，就是邻居这样。嗯，而且这边其实蛮安静的，不会那种车很吵的声音。对，没错，而且他这边他叫。姐妹沙滩别墅，所以他以为我们点赞。我们来这边是小翠越南美食，然后我们是一个海鲜凉拌，就它分量其实蛮大的。这个海鲜炒河粉，海冰酸梅和越南印度饭，然后嘞，就梅子的味道，梅子的味道。这下面不知道是什么，对，梅子，越南梅子吧。哎，对啊，头很大。比较甜，比较没有那么酸，常温这样。法国面包，烧炒河粉超好吃，一定要点。很够味，很到地。它的那个锅气很香。嗯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还有一个月亮虾，我们这是椒麻鸡。那这里的菜都超大份。有酒味，酒味，它是有腌制过的吗？有，不太像是一般的越南面包。嗯，它是属于脆的那种，蛮脆的。因为他们店招牌的月亮虾饼超厚，看，萝卜糕，太大了，然后生日蛋糕。